这一支是那个威廉迪布文的。哦啊，我那个本身是年轻进来到现在已经有九年了。哦啊，这只鸽子配白花也是绝配。哦啊，出的小鸽子也是会快，而且276都不错。但最主要它就配我本身的基础鸽下来，哦，单关会快，而且哦它下雨天呐、啊，逆风呐、啊，也是算相当好。哦啊，肉质又好，哦啊，本身哦条件的话，它出下蛋哦那个饿了三两天都肉质还不会变质，哦，所以它是我本色里面配下来我本身的基础鸽，哦，目前是单关啊综合性都很稳定，哦，也算是一个相当漂亮的种母，也蛮大只的，哦，但本身目前也已经发挥到五六代了。